我要离开天下会。天下会，你用你话嚟就嚟，话走就走。 原来你哋两个仲未死嘅咩？恐怕剑廿三虽然系鬼哭神号，但系比我三分归元功仲差些少。十年前我曾经讲过，念怕为服部首领。哼，我收得你做徒弟，一早就预咗有咁嘅一日噶啦。 你以为我两人之力就可以打到我？我话俾你哋听，呢度系剑虫，除咗系剑个坟墓之外，仲系你两个人嘅坟墓。 真正最厉害嘅武功就系用剑。
笑容淫激天边，风云际会浅水游。 大菩萨，我唔信你屁言，我只系信我自己啊！<笑><笑>